移动，好，这个地方也可以再做一个侧点，这边有个移动哈，那就移动到适当的位置。哦，不过这个，好，那再把另外一个搬过来哈，另外一个搬过来哈，那一样的方式再把它右键贴上就可以了，贴上去，好像这样子。所以你会发现好像会有些地方，这个空间好像就放不下啊，放不下这个图，所以我换一个好了啊，换一个比较直的，做放这个应该就可以。好，我把这个，好，把它右键也可以也给复制的哈，一样的方式再切换过来，那些右键再把它贴上就可以。哎，没有按到复制啊，复制，好吗？这个复制哦，这个要把它取消掉啊。好，右键复制，再切过来哈，然后把它贴上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子的话，这个就比较刚好。好，那你会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哎，这样顶多放两个，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要放四个的话，就必须要把这个图框有没有变大2倍。那怎么样变大2倍？其实非常简单，用比例就可以把它改了。那我想这地方的话，你们先试试看，先做两个的练习哈。好，把画面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。